都像什么？大便才不是人的吃的，好不好？冰淇淋啊！母亲节刚过，相信许多民众又增添了不少欢乐回忆。特别是文山区公所和新福里日前举办母亲节健康亲子同乐会，许多里民携家带眷共享盛举，大人小孩一同闯关玩游戏，增添情感。同时，台上互动表演也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。文山区区长刘明哲也颁奖给模范母亲，并致赠礼品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家属相当亢奋开心，由子女孙儿来献花，场面热闹温馨。活动也提供免费健康检查服务，现场也宣导北市府祝您好运生育奖励金加倍送政策。等一下，台北市政府的祝您好运，让您安心的生，安心住，以及安心养、安心学。那有人知道第一胎生的补助是多少吗？有没有人知道是对我们补助第一胎补助多少？都没有人知道，还是已经生到三胎以上呢？鼓励大家多多生。活动现场还提供美食，在周末时刻营造充满温馨和欢乐的节庆氛围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